正红是不同的时间点，不同的衣服，有穿党政的，有没有穿党政的衣服出入酒家不同时间段。所以一个组织部的部长为何能够频繁的出入有你陪侍的场所？后新党的立委参选人在今天呢是召开了记者会哦，他指控的是和赖清德关系不错的这个民进党部的主任林正宏，说他呢是涉嫌到酒店，而且和旁边陪侍的女子是有比较亲密的动作。在今天呢，他是拿出了这个照片哦，说呢就是在这个不同的场合，而且可以看到林正宏他是穿着不一样的衣服，我们来看一下稍早情形。上一张的图片的衣服跟下一张是完全不一样哈，这一张是穿衬衫，前一张呢是穿着这个 polo 衫，也就是这个郑文灿哈说他不同的服装被剪接，但是我们看到整个林正宏是不同的时间点，不同的衣服，有穿党政的，有没有穿党政的衣服出入酒家不同时间段。所以一个组织部的部长为何能够频繁的出入有你陪侍的场所？好，林正宏大家可能呢相对来说比较不熟悉哦，他其实是民进党组织部相当重要的成员，而过去呢在信赖的部分呢也是交给他来处理地方组织。那当然赖清德在很多的陆战上呢也都很仰赖林正宏。那目前为止呢，党中央还没有最新的回应。